欢迎你收听由灵明日粮事工制作的乐灵祷文。今天的祷告主题是赏世间万物，颂赞造物主。作者李洪彪牧师，朗读音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创天造地的真神，掌管万事万物的上帝啊，我要与诸天一同应和，赞美你的伟大崇高。因诸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，彰显你的大能。当我环顾无际星空，浩瀚宇宙，大地众生，就觉察凡事皆有定期，各按其时有序更迭，并要承认万物由你创造，万事由你掌管。永恒不变的恩主，爱我到底的天父上帝呀，虽然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但在你那里却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。求你保守我，好叫我常常喜乐，十分平安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你想更多了解与祷文相关的经文，可以查考诗篇16篇11节、19篇1节、传道书3章1节、11节。